来了。婷婷哥哥，灵儿，没事吧？易姑娘。这儿危险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快走。大家先回星辰阁，快！廷君，快！不行，这怪物很快就会追上大家的。灵儿，你先走，我拖住他。哎，廷君哥哥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廷君哥哥。发现我们这霹雳剑对他一点作用都不起啊，怎么办？别废话，小心点儿。我有办法了，我看这岩核机甲蓄石头的时候胸膛会打开，这个时候我们三箭齐发，只要霹雳剑射进他的胸膛，就能击中岩核核心。嘿嘿，臭小子果然聪明，咱们试试。机会来了，来来。你们这两个臭小子啊，我把星辰阁交给你们，你看看你们给我搞的乱七八糟，乌烟瘴气，我都这么大岁数，每天还要跟你们打打杀杀，一点都不得清闲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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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拿酒啊。师叔，你们两个把这烂摊子给我收拾好了。哎，伊芙琳，你故意引出岩核机甲大闹我星辰阁，实在是罪不可恕。我也不想的，是他一直追着我不放。大胆！师父，伊芙琳进入浮玉岭是为了接受成为星辰阁弟子的试炼，引出银河机甲实属意外，希望师父不要怪罪于他。是啊，我看咱们这星辰阁不还好好的吗？师兄，那这伊芙琳是否通过试炼？还是免了吧，这还没进师门就已经把星辰阁搞得乌烟瘴气，若真进了师门，我们三个恐怕要被害得尸骨无存了。师父，少主，银河机甲威力惊人，
需要三位师傅联合才能将其制服，他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师傅要她独自承担，并不合情理。您，师傅，七星级变形之惨烈，绝非一般人能够承受。如果他继续挨鞭，肯定会命丧黄泉。传出去岂不是让人非议？说我们星辰阁为了一点小事就草菅人命吗？师傅。 白庭君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也有帮他说话的时候啊。师兄，那言和机甲逃出浮云岭，多半事关他看守之物，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查。不如，我们就先放这个小姑娘一马。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以星辰阁阁主的身份，今天。 收你义符灵为徒，以后谨遵格律，好自为之。这，灵儿，你还不赶快？啊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那七星级鞭刑，既然已是我星辰阁的弟子，那么这鞭刑自然可免。多谢师傅，平君哥哥。 啊，少主，少主，白灵君，少主，白灵君，少主，少主，白灵君，白灵君，少主，白灵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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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灵
干的。哎，这帮小兔崽子还真不把我们这三个老东西放在眼里。定是有人借试炼易福灵潜入福玉岭，趁着言和机甲不在偷走花神佩。其实这又何必啊？花神佩在星流花神的脱身年满18时自然会觉醒啊。对对啊，福玉岭结界由星辰轮掌控，环环相扣，十分复杂。难道是姬叔回来了？哎呀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姬叔绝不会是偷走化身佩的人，他也绝不会是提前唤醒星流化神的人嘛。那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够破解星辰轮呢？我记得有一个羽族的孩子，他痴迷机甲，天分极高，叫羽环真。对，羽环真。羽环真。哎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看来不止羽环真一个人。庭君哥哥，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，我知道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。易姑娘，你都在这守了一天一夜了，回去歇歇吧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少主的婢女，彼岸花。彼岸花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彼岸花开在冥地，花叶永不相见，不命之名，不命之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等庭君哥哥醒了再赐你个新的便是。不敢。啊，易姑娘，让我来照顾少主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啊，我是说，那个，只有我就行，我可以照顾庭君哥哥，我一定会等他醒过来的。给我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庭君哥哥，你能懂我的心意吧？
你在做什么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在葬花。可是，花虽落了，但是明年春天还会再开啊。你为何如此哀伤？就算明年春天再开，也一样不会有惜花之人。只有飘零如我，可以与他们互相慰藉罢了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庭君哥哥？少主的心里只有你，是吗？可是，虽说我们两个吧，的确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也很照顾我。可是，我总觉得他有时候故意避着我。也许他心中有别人了吧？又也许他是有什么别的苦衷呢？你要是实在纠结，我的家乡倒是有个法子，可以让你知道他究竟喜不喜欢你。什么法子？你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他的名字，让风把这片花瓣吹走。如果他能落到最高的树梢上，那风神自然就会把你的心意带到他身边，他肯定会马上来向你告白的。真的，我试试。飞上去了，庭君哥哥是喜欢我的。师父，玉环针，老实交代，解开星辰轮，破坏福玉岭结界的，可是你？师父，跪下。你说实话便好。师父在上，徒儿，徒儿只是担心易姑娘安危。真的不是故意要惹出弥天大祸的。哼，你本事倒不小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如何解开星辰轮的？徒儿也是想了很久才明白的。我只是制造了一个小物件，将几个齿轮率先咬合在一起，然后让他们……说起这等事，你倒是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了。是你让我说的。我再问你，破坏了结界之后，你又做了什么事儿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真的不是你吗？明明有人看见你在福玉岭结界破损之时私自进入，之后沿河机甲大闹星辰阁，众多弟子都在，而唯独不见你的身影。你却说你并没有私自进入福玉岭偷走花神佩，你说你去了什么地方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弟子前夜喝醉了酒，醒来就被师父带到这儿了。而且花神佩是什么东西，弟子从未听说过。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师父，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师父，福玉岭凶险异常，宇环真生性懦弱，相信再借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私自闯入。但破坏星辰轮一事罪不可恕，按照星辰格律当逐出师门。不要，师父言之有理。即日起，宇环真再也不是我星辰格的弟子。
师父，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其他师兄弟都身份尊贵，我若离开了星辰阁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而且此事另有隐情，事实上并不像你。事已至此，你再说什么都没用。希望你以后能够痛改前非，好好做人，孝顺母亲。给我带走！啊，是，师父，师父，我是冤枉的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哎，两位师兄，找不到你，哎，你这是要下山去玩吗？我因为破坏星辰轮的事情被逐出师门，从此再也不是星辰阁弟子了。什么？不行，若不是你破坏结界，我早就死在浮玉岭了。我去求师父，我只是来找庭君哥哥的，反正我也不在乎当什么星辰阁弟子。哎，不行，万万不可。说起来，你如果不是星辰阁弟子，还是会挨鞭子的。你受七星级鞭刑，都是因为我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一定要帮你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易姑娘，请问你是何年、何月、何日生人？我啊，田和纪七年古玄月初一。我这人出身寒微，从小到大，除了我姐姐，还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。我叫你一声林姐姐，可好？当然了。既然你现在是我弟弟，那么我就更不能弃你于不顾。我们走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天空草还是封天翼以前送我的。林姐姐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，我现在离开，就此别过。上次吃法不对，这次肯定有效。可是这天空草不是这么吃的吧？啊，对啊，那个天空草不是应该嘴对嘴吃才有效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嘴对嘴，这也太荒谬了吧。可上次……哦，上次是给你过了期的，才会害你行为失常。天空草起效了，林姐姐，你是我在星辰阁最温暖的回忆。我们有缘再见。哎，婉珍，封天翼，封天翼，你这个混蛋！庭君哥哥，等你醒了，就能看见我画的相思红豆了。易姑娘，这是羽族派人送来的治伤神药，拿来给少主服用，再好不过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是封天翼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封天翼这个人诡计多端，说不定下毒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能给庭君哥哥吃。封天翼好歹是羽族皇帝，下毒这样卑劣的手段，我想他是不会的。哎，不行，我要先去问问燕池师傅。少主命在旦夕，等不及了。哎，你做什么呢？你……我相信封天翼不会做这种事，一定会管用的。可是万一……灵儿，灵儿，天君哥哥，
天君哥哥，我在呢，我先出去了。灵儿，啊，我睡了几天了？三天三夜，我一直盼着你醒过来，可你就是不醒，我心里特别害怕。怕什么呀？怕我不能再保护你了吗？我知道，从小到大我就是个闯祸精，什么事都要你帮我担着。但是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给你惹祸了。傻丫头，你从来都不是我的麻烦，我这辈子能守着你，保护你，我余愿足矣。只是如此吗？天君哥哥，你看，你说星辰阁没有红豆，我画了一幅。灵儿，红豆是相思之物，我怎么会不懂你的心思呢？画的挺好看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刚进星辰阁，一定要小心提防封天翼这个人，他步步为营，绝非善类。天君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封天翼的事吃醋啊？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会儿。你也照顾我好几天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醒醒啊！主上，宇环真已经离开星辰阁下山了，他走的时候只有易福灵为他送行。傻丫头什么都不懂，心眼倒是不错。还有七洛林的事我们已经叫人处理干净了。你把他杀了？没有主上的命令我们可不敢，我们只是趁着送饭的时候把他劫了出来，顺便把现场布置成他畏罪潜逃的样子。他现在被我们关在一个不知名的村落里，恐怕他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是我有一事不明白。说。其实七乐林也算是个有利用价值的人，主上既然救了他，为何不干脆将他收为己用呢？这样的见利忘义之徒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条毒蛇。他今天可以收我们的钱，明天一样可以收别人的钱，背叛我们。白庭君，今天虽然你为炎和机甲所害，但我好歹也除掉了你身边的一个叛徒，你跟我之间依旧两不相欠。哎，师父，是不是封天翼害的庭君哥哥？封天翼，自然不是了。哎，要不是他的药，哎，这个白庭君呐，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世间了。哎，但即便是现在，他最多也只能再活三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炎和机甲这一掌，看似他受了外伤，实则是震碎了他的心脉。哎，可惜了。不会的，庭君哥哥不会就这么死的。师父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救？那怎么救啊？就算是引魂术，那也得有一个人一命换一命才是啊。
我愿意，师父，我愿意用我的死来换廷君哥哥的生。哎呦，别！你一个小丫头，年纪轻轻的，这满嘴的生啊死啊的，多不吉利啊！你们放开我，把我下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放开我！把我下来！放开啊！松开！放开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这什么鬼地方啊！山海之巅的枯木，中空无物，做风筝可以飞越九天。血凤鸟的翎毛，还有千年之石。什么人啊，可以搜集到这么多宝贝？哦，哇，任君享用。哈，哦，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假的？哼。廷君哥哥，我死也愿意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水中火，火中冰，木死木，石中花，以极阴极阳，不生不灭之物入药，再以活人之血为饮，药性剧毒，需施术者先行服下，再以鲜血喂给受术者。这就是星谷玄不愿意告诉你的隐魂术。白庭君生，你就必死。女皇陛下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？讲。微臣夜观天象，发现星流花神配发生移位，也就是说，新一代的星流花神即将被唤醒。你说什么？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。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
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。我们被小事打扰，为现实烦恼，如何和时间赛跑，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。带着光跟我飞翔，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竖蜻蜓张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，只要你敢想，就算没到达理想，至少有会珍藏。未来是什么样，心未眠夜未央，像钻石一样闪亮。哦，站在逆风的方向，反而更大声地唱，一路青春的一次疯狂。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，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，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。一个一个梦